那个煮下腿好像没有劲啊，煮下腿好像没有劲，我这个我看到川普总统了啊，川普总统的，是好像总有人要拖他的后腿啊，总有人拖他的后腿，我这个时候我看到了那个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啊，伊丽莎白，这个笑眯眯的看那个川普，实际上，那个女王啊，很喜欢那个川普这样的性格的啊。如果英国也出这样的那个，一个首相就好了啊。他很欣赏啊。现在川普总统他说，既然有人总要拖我后腿的话，我干脆把他的脚提起来算了啊。脚提起来算了啊，正好脚提起来是个，川普总统脚举起来的时候啊，我看到一把刀啊砍过来了啊，天人呐、啊，来看拖他后腿的人呐、啊，张总统把那个脚就提起来，你要拖我后腿，我刚才提起来让你拖我前的，正在这个时候一把刀啪在下面啊，又伸过来要拖川普总统后腿的那些妖魔鬼怪被那个天人呐、啊、一刀砍过去，这个时候我看到天上一个很英俊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啊，这个我不认识啊，不认识这是谁啊，肯定是一个哪个里边的一个神，一个那这种人物呢，往往被那个开天眼的人看到，被开天眼的人看到以后呢，然后他们就在动画片里边就出现了啊，反正现在就是应该是动画片的一个哪个人啊，一个小伙子很帅的啊，看着挺高大的啊，一个好像有穿着盔甲的啊，就是那个人。看年纪很轻的啊，然后就站一下子，要突穿过总统那个后腿的啊，砍掉了啊，然后就那个人呢带着千军万马就杀过来了，从那个天庭杀过来了啊，又表示杀过来了啊，这个赵云杀过来是骑上马千军万马杀过来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年纪轻轻的啊，大概看那个长相，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，长相有点啊。如果谁认得那个人的话啊，或者在哪个动画片里看过，或那个形象的啊，告诉我一下啊，因为我没看过，我就不知道这是谁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